大家好，又是我 Testing 妈妈。夏天带小朋友出去玩，最紧要做好防蚊措施。近排就有好多妈妈推荐我用呢部电动驱蚊器，今日就同大家测试下啦。首先就要打开后面个盖，入两粒3A 电池，然后搣出两块驱蚊芯片，对接再放入绿色软胶片下面，再用个软胶片压落去，会听到吱吱声。等芯片入面的驱蚊成分释放出嚟，然后闩翻个盖就可以开机啦。可以听到啲摩打声，但唔会觉得嘈，同埋侧边有啲风吹出嚟。闻落系有柠檬同香茅味。佢随盒附送一条挂绳同弹簧哥配饰，可以将驱蚊器挂喺小朋友背囊度，又或者勾喺 B B 车度。佢系用美国疾控中心认可嘅天然驱蚊成分 P M D 加驱蚊，不含 D E E T。因为唔使直接接触小朋友嘅皮肤，只需要挂喺袋或者孭喺身度，所以有皮肤过敏嘅小朋友都啱用，唔使惊敏感。由芯片压破之后开机计，可以有效驱蚊24小时。如果每日只系用7至8个钟到，用完就删机嘅话咧，就可以用到3日。再用之前咁多次芯片就更好啦。每次用嗰阵压爆驱蚊芯片，先会释出有效成分，就算开咗包装都唔怕下次用唔翻。平时翻学或者出去玩嗰阵可以挂喺袋度，瞓觉嗰阵挂喺床边都得，就咁放喺台面，行开10几尺都闻到阵味噶。详细测试报告请到以下网址睇啦，拜拜。